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24日，启示录2章10节安尼讲：无得惊你所要受的艰苦，你就尽忠到死，我就要用活命的挽留相许你。三个来祈祷，用活命挽留相许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大先，也是落尾，是要让基督死来搁活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把写批给苏美娜教会讲，因虽然看家己是患难甲丧凶，总是你看因是好嘢。主啊，这些时，阮生命的境况也是安尼，就是看阮家己是伫患难来艰苦。主啊，你是享受丰盛甲好嘢的上帝，总是阮常常无看见你要予阮的丰盛甲富足，反倒当只看阮的患难甲丧凶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予阮无惊所要受的艰苦，因为那是尽忠的你，你就要用活命的挽留相许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